欢迎来到无限超越班。你说你猜我多大？他好像很嫩的样子、啊。我的心都跳得很快，现在。当时五虎多厉害，四大天王是唱歌的，又华仔这个郭富城，到现在还是很谦虚，看到你是前辈都很尊重，所以演员很苦了，所以那么胖。阿汤哥当年怎么选到你演皇帝呢？走出天生贵气。一个演员眼睛很重要，你的蒙珠眼就不行。你能不能对汤老师狠说句狠话？我本身就是西多士啊，我那么油腻，我就是一个西多士。Hello， 大汤哥，你好。你是 Daniel 哦，你是范思琪哦，对，我都看过你们的片啊。对对对。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无辜杀人，罪孽非小。你宰了我也没有用，我的小兄弟通通守在外面。万一你真的也不能超越胡歌，那你后面的条路你会怎么去选择？你看他很松弛去，那真的是真听真感受到。我陈夏雅老师，小宝，他那个样啊，都等不到一个了。有我陪你玩不好吗？大不了到时候我放毒蛇和毒蜘蛛在你身上咬你。周姐，双儿也来帮忙了。双儿，我们两位这个节目的新应援是李琦和周柯宇。少侠姐算是第一次来综艺节目吧？啊，是啊。有什么感觉吗？综艺节目？嗯，很开心呢、啊，而且见了很多好朋友啊。我们也是请到大家，其实挺荣幸的。很多经典的艺人跟年轻的这最红的艺人在一起，其实传承力是很重要的。这我们这个节目组最活力最四射的两位年轻的演员。嗯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活力？哪个帅一点，少侠姐？我的心都跳得很快，现在两个都很帅。如果您要选一个对手戏演员，您会选两位谁跟你搭档对手戏？我觉得这个重大的任务还是你来吧。这个重大的任务还是你来吧。我来。一个演皇帝，一个演韦小宝。那你演哪个？我演那个太监。我们讨论一下大家的工龄有多久啊？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柯宇是一年吧？昨天聊算一年。对，小范儿呢？九年多，出道九年多，出道九年。哇，那不像，他好像很嫩的样子。淑儿姐，你猜我多大？21吧。我那么大呀？啊，21还大？他才18岁。我是10岁出道。不是吧？30真的不像。少侠姐，你的工龄是？我断断续续啊，如果从我92年就拍第一部电影呢、啊，刚好是30年呢、啊。哦，30年，我爷爷看我的出生啊。你演《鹿鼎记》的时候，您是多大的？几年？多少年前？21、22岁吧。22岁，当时怎么确定你演双儿的角色呢？嗯，那都是监制选择的，公司派给我演的。你觉得这个是适合你的角色，还是你很也想演建宁啊，或者想演阿珂之类的？那如果你给我演呢，我都挺喜欢演公主的。哦，建宁公主。哦，建宁公主。对对对对，因为建宁公主呢，就是我们那么多老婆唯一一个可以召集她、鞭策她的一个角色，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一位，久等了。要这样吃长的吗？不用。久等啊！哎，会不会太可爱呀？穆金平是这么可爱吗？穆金平是的，穆金平他是这样的。就这样，那您可以，那您可以的啊。可以吗？那您就这么来。我就想一心杀死他。我是帮凶。帮凶。我就想杀死他这个淫贼。哇哇哇！
淫贼啊，人家佛祖割肉喂鹰，那我也那上天也算我晕过去了。大家的工龄有多久啊？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柯宇是一年吧，昨天聊算一年。对，小范儿呢？九年多，哇，那不像，他好像很嫩的样子。淑儿姐，你猜我多大？21吧。我那么大呀？啊，21还大？他才18岁。我是10岁出道。不是吧？30，三十真的不像。少霞姐，你的工龄是？我断断续续啊。如果从我92年就拍第一部电影呢、啊，刚好是30年呢、啊。哦，30年，我爷爷看是我的出生啊。已经看出你的游戏能力了啊！万水千山总是情。First blood。金枝玉叶。Double kill。无间道。Triple kill。冲上云霄。Quadra kill。现在要他们吃了，你可以赏赐他们吃，赏赐给你，谢谢前辈，没有全部给你，给你吃一个，哎，不错，刚才的这些表演我都觉得还是兼具了演技和综艺效果，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一个节目比较好的部分，因为其实无限超越班我们对演技的那个考验没有之前做演员诞生这么的严苛，因为演员诞生他要选的就是最好的演员，所以说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想做年轻演员，所以请那个就是小范请很多演员，我们组了一个演员训练营，天智老师给大家上课，后来呢我们跟这个丹姐啊，跟那个苏丹丹老师还有跟大家聊，我们发现他们就是大家给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在市场上有很多演员可能演了20-30年的戏，但是他没有一个不被认识，当时比如周一围，比如说这个凌潇肃，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们并不熟悉，包括刘敏涛老师，就是所以说如果有这个平台你要留给这些演员比的就是专业，所以到后来韩雪老师也是我们的选手，还有任素汐，还有冯雷老师，包括后面我还做了个节目的巅峰对决，就干脆就是老戏骨和活力老师李冰冰老师，这都是做选手，大家互相来 PK。 但是做这个节目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当时做想普及表演门槛，所以需要有演得特别好的，现在大家对表演都已经了解，观众已经基础知道了，所以我们开始做年轻演员的养成，就是解放他们的天性。对对，刚才这真的是解放了。 对，我们刚开始读培训班，看看不会说怎么对戏，都是演一个树哦， 什么都要演，都是演个植物啊、动物啊，都是这样去演。对，无形的去想象，去模拟啊，包括你去看到一个镜子，对着镜子去摸的镜子，都是这样去揣摩自己。真的，所以我都录到这几期，我还是蛮感动的，因为其实你看有很多这个节目做的是传承。两代人，所以我当看到那个比如说小刘和振宇哥两个人对戏，然后看到他和阿舍姐的拥抱，我觉得这些都是成了名场面，因为原型在，然后大家在这么一个这种感觉很好，对，学到了，大家观众一起学到了东西，让那年轻人跟我们那些老戏骨一起同台表演，对，给他们一种自信，是的，这是这个节目的看点，让他们放松，最重要，对。